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今天这个造型我非常喜欢，而且上面的英文字写 In love we trust。 然后刚好呢，其实因为做今年的资料，就是很多的歌手他们的音乐作品都跟爱有关，很多歌手晋升了爸爸啦，所以很多是献给自己的小朋友。我就觉得今年的作品充满了很多爱，所以我刚好今年选了这一套。然后也觉得这是从去年的金马到今年的金曲，就是整个心情轻松很多，然后觉得很开心，所以有一种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玩的感觉。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开心的参与这场盛会。对，我觉得今天的感觉真的是邀请大家来玩，因为我自己也玩在其中。等一下的开场可以那个稍微注意一下啊。你说我吗？还是大家？啊，哇，有呢，有可能一开始大家就说，哎，干嘛啦？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可能会小吓到。对，对，希望可以好好表现。谢谢大家，今天很热，我要多补充水分，谢谢，谢谢。